下面我们看看在科霍特的疾病的分类学里面，自恋的精神病病理学包括哪些类型，主要是以下四个疾病的类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恋型的障碍。我自己也对自己的自恋做过一些归类，但是具体是哪一个我以后有时间悄悄地告诉大家。第一个自恋的病理疾患呢，叫做自恋性的人格疾患，这个是比较重的，就是他的问题已经在人格这样比较深的或者是具有结构性的层面了。他的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以抑郁，第二对微不足道的事情过度敏感，第三他有疑病的抱怨，第四是缺乏生活的风趣。我们每一个都稍微过一过啊。第一个是抑郁，在中国有8%-15%的人曾经得过抑郁症或者是正在患抑郁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抑郁症的病人，他已经成了抑郁这个疾病的所谓的代言人，具体是谁我们就不说了。他就是经常的让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处于抑郁的状态。我们对抑郁的自体心理学的解释就是他的利比多或攻击性过多的指向自己，而过少的指向外界或者是他人。如果再简单的说一下抑郁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多了就必然会抑郁。那么治疗抑郁症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这个人把利比多和攻击性投向到客体关系中间，这样子他就没有抑郁的动力。第二就是对微不足道的事情过度敏感，外面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在他内心里面就掀起滔天巨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人的情绪的状况是被外界的一些小事情非常大的调整。第三呢，就是疑病，这些人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某种不可治愈的疾病。经常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来访者会说，我得了一种现代的任何高科技设备都不可能检测出来的疾病。那么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是在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在吹牛。第四个就是缺乏生活的风趣，这种人在生活中间有可能没有愉悦自己或者是愉悦他人的爱好，然后在人际关系中间呢，主要是以利用别人为前提或者说为交往的条件，而缺少一些非功利的在人际关系中间获得纯粹的快乐的愿望。刚才所说的都是自恋型人格疾患的临床的表现形式。第二个呢，就是以行为障碍为特征的自恋性病理状态，它的特征就是性导错、反社会，还有就是成瘾行为。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们没有生活在我们正常的社会中间，他们生活在监狱里面。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融合饥渴型人格，他们的主要的表现就是倾向于跟他人共生，要满足人际关系中间的高度的融合的关系，并且要求他人处在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距离上面等等等等，这样一些特征。第四是逃避接触型人格，这样的人他非常的需要亲密关系，但是在亲密关系中间如果有一点点受伤害，他就会以完全的逃避和自我隔离来避免跟他人
亲密关系中间有可能带来的威胁。大家如果回头看一看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从四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来对自恋做归类。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呢是从人格层面，第二个是行为层面，第三个呢是从关系的融合层面，第四个呢是从关系的逃避层面。再简单的说一说对自恋的另外的理解，自恋它实际上是一种我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做得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外界检测的啊，然后就产生了一种比较高的自我价值感，这就是自恋。这样的自恋呢，同时也是一种认为自己值得珍惜、值得被保护的真实感觉。而且我们听得出来，如果我们的自恋是像刚才说的这样的健康的，这是被社会所允许的啊。像所谓的集体的自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总说我们有几千年的灿烂的没有中断的文化，我们有地大物博的特征，这样一些东西都可以让人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强烈的自恋的感觉，这个可以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这个就是健康的自恋。但是如果我们自恋到只有我们是好的而别人是差的，这就是不健康的或者说非常虚弱的自恋。像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人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其他的民族都应该在这个地球上消失，这就是一种被夸大了的病理性的自恋。有人可能要问，科胡特的这些关于自恋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这个来源真的跟当年弗洛伊德时代那些精神分析理论的来源非常非常不一样。弗洛伊德看了很少的一些病人，然后就搞出了庞大的精神分析体系，但是在他后来的追随者身上，或者是在科胡特身上，就不是这样子的。科胡特是大量的对新生儿进行基础的研究，最后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学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精神分析师，对婴儿的长时间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动不动有人批评精神分析，真的是要批评精神分析是需要有资格的，其中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对婴儿的观察时间。如果你有了几百个小时或者上千个小时对婴儿的观察，你可能会同意精神分析师们所说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本的精神分析的训练的话，那么你说的任何话可能都是没有底气的。科胡特和比昂一样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拒绝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自我和本我的人格理论。比昂可能在这一点上面做得更加坚决一点。有一次在 Tavistock 心理诊所做临床案例讨论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看不出来在具体跟病人治疗的时候所谓的人格结构、超我、自我、本我这样的理论有什么用处。不过这一点可能也需要讲一讲，并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还在使用超我、自我、本我的这样的人格理论结构的东西的时候，就表示他的知识很落后。我见过一些欧洲的或者是美国的精神分析师，他们之间有的人会使用这样的人格结构理论，有的人不会使用。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问题，或者是
一个个人的习惯问题。我在想，我自己在多少的时候会使用这样的人格理论？好像我刚才反省了一下，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在我从业之初，的确是非常频繁的在使用超我、自我、本我的这样一些理论，但是在后来，我可能除了讲课的时候需要讲到这个内容以外，在我比如操作性的培训过程中间，面对学员来访者的时候，好像使用的的确是越来越少了。下面说一下自体和自我之间的区别， ego 和 self 的区别。以前我们把这两个英语单词都翻译成自我，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说一下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所谓的 ego， 我们现在还是保留自我的翻译，它是自我、本我、超我这三个人格结构中间的一部分。而自体呢， self 指的是整个人。你如果真的要较真儿的话，那么你可以认为所谓的 ego 只不过是 self 的三分之一而已，因为 self 它可以至少是在地貌学的框架里面啊，它可以包括 ego、super ego， 还有 id， 就是自我、超我和本我。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在《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四版里面，也就是 DSM-4 里面，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基本的特征呢，是持续型的夸大、过度敏感、缺乏共情能力，还有自我夸大感，认为自己的问题是唯一的，而且这个问题只能够被特定的人所了解。这一点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间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有一些人用各种复杂的方式找到我，然后跟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治疗他的疾病的人。我的反应性的感觉呢，就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我知道这个感觉是他传递给我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看得如此的唯一，以至于能够治疗他的疾病的人在几十亿人中间也只有某一个人。这是典型的自恋的需要。不过这个问题我再延伸一下，就是在心理治疗这个领域里面啊，真的没有某一个人的水平绝对的高。一个人得了病，他如果仅仅是按照某一个治疗师的名气去找他的话，他非常非常有可能失望，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名气啊，或者社会地位啊，或者是声誉啊，那个是一回事，跟他是不是匹配，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你找一个从光环来说浓度不那么高和亮的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有可能更加匹配你一点，而你找一个光环很大很亮的这样一个人，也许在关系这个角度来说不一定匹配你，而真正能够起到治疗作用的就是你们两个匹配的这样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实证的研究，就是研究从业了20多年的老医生和从业只有3-5年的年轻的医生，他们的治疗效果谁更好，结果发现呢，他们治疗效果是差不多的。有人也在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分析的得出的结论就是，老医生的确是见多识广，使用技术非常熟练，但是他们因为过长时间在这个领域工作，
已经丧失了热情，而刚刚进入这个领域三五年的人，他们技术的运用可能不是太娴熟，但是他们还有很多的工作热情，而这个呢可以部分的弥补他们之间的不足。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就是研究同一个学派里面的所谓的高手和低手之间的不一样，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高手之间的差异，结果也令人惊讶，就是发现不同学派的高手之间的差距要小于同一个学派的高手和低手之间的差别。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对一个老师傅来说，他是什么学派真的就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根据不同的病人的状况不断调整自己的治疗的技术。刚才这个研究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你在这个行业混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学派的特征就会越来越淡，而你刚刚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可能会被某一个学派强烈的影响，并且具有这个学派的治疗师的明显的特征，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特征就可能会减弱或者是消失。不过另外一点也需要强调，就是如果你刚刚进入这个心理治疗的领域里面，一开始就没有受过某一个学派的长期的和深入的训练，一开始就没有太明显的学派的特征的话，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做了一个案例督导，他报告了50分钟的案例，我都没有发现他在使用某个取向的理论跟病人做治疗，他完全靠自己在哲学或者是文学或者是日常生活中间的经验，用这些东西在跟病人做治疗。我觉得在现代社会这样子给别人做治疗，应该既不会被法律法规所允许，也不会被我们专业领域的规则所允许。所以呢，每个人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都应该有明确的学派的取向。至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玩的时间长了之后，开始具有个人的治疗的特征，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们再回到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方面，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夸大的自我，他的自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大，但是被他想象的很大。另外这个夸大同时也包括对自己的缺陷或者是毛病或者是疾病的夸大。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夸大的方向不仅仅是朝非常好的方面夸大，而且也包括朝非常糟糕的方面夸大。这是第一个有特征的或者说有诊断价值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表现。第二点呢，就是唯我独尊，当然这个词还可以改一改，如果这个人的感觉是唯我独不尊，这个也算，反正自己是唯一的。有一些人在他发现自己不是沙滩上面的唯一的鹅卵石的时候，他的自恋就已经受到伤害了。像有很多我的来访者在进了我的咨询室之后跟我说，他刚刚看到另外一个来访者从我的咨询室出去，这个让他觉得很不爽。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你姓曾的这个医生有很多的来访者，而我作为来访者只有你唯一的治疗师，这个极大的打击了他的自恋。有一些女性穿衣服很怕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撞衫。她穿了一件她自己认为很合适很时髦的衣服出门，然后迎面走来一个跟她穿
一模一样的款式和颜色和牌子的衣服，这个可能会让他觉得自恋受损，因为他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这件漂亮的衣服的女人。当然呢，我们刚才还说到，这个也需要强调一下，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全世界唯一的最糟糕的，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全世界最糟糕的，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所患的这个疾病是唯一的疾病。我曾经碰到过一个20多岁的男性的来访者，他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说，他得了一种这个世界上50亿人中间没有其他任何人得的疾病，而且呢，他不想告诉我，因为这个可能关系到很多的羞耻感。我差不多用了10几次时间才真正的知道他这个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在他告诉我之后，我作为医生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他患有同样的疾病。在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得了跟他一样的疾病之后，他觉得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这是第二个诊断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核心表现。第三个诊断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标准就是对赞美成瘾。这种人在人际关系中间随时都需要别人赞美他，如果别人没有机会赞美他的话，他可能要隔几分钟就要把自己吹嘘一顿。如果没有这样的赞美，他可能就活不下去。这样的人对赞美的需要就像我们正常人对空气的需要一样，但是这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可能知道，他在人际关系中间绝不可能分分钟都获得赞美，有可能有时候还会获得批评。正因为对这种持续的赞美的供给有点信心不足，所以他们可能会让自己远离人群，这样子虽然不会得到赞美，但至少可以避免别人的批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人就可以被诊断成自恋型人格障碍。第一是夸大，第二是唯我独尊，第三是对赞美成瘾。在满足了以上的特征之后呢，就可以被诊断成自恋型人格障碍。如果还有以下的特征，就表示这个人的自恋程度比较高，或者说这个病得的比较重，对权力或者是无限成功的潜意识的幻想。有很多小孩啊，他们从小就胸怀大志，比如说要当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要得诺贝尔奖，这些东西会被社会或者家庭极大的鼓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在鼓励孩子的雄心壮志的同时，也需要对孩子的这样的幻想保持警觉，因为巨大的理想的幻想有可能对应着这个孩子的低价值感。意思就是，你幻想你当的官儿越大，就表示你可能对周围的环境的控制越弱；你幻想的荣誉越大，就表示你内心或者是潜意识层面有对应的数量的屈辱感，或者是虚辱感，或者是虚弱感。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些孩子们对无限成功的幻想的背后的意义的话，过多的鼓励他这样成功，有可能会忽略他背后隐藏的那些糟糕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会在以后埋下定时炸弹。比如说在这个人他如果不能够获得那么大的成功的时候，他可能就转而抑郁。再延伸的说一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男男女女每天努力奋斗，表面上
是想获得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荣誉，但是从最最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满足两个有时候可以意识到的、有时候意识不到的愿望。第一个愿望呢，就是我要通过我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如此的特殊，以至于我可以犯错误，但是不受惩罚。在这一点上的终极目标可以是，比如当了皇帝，当了皇帝之后你犯了错误是不会惩罚的，被惩罚的。如果你犯了天大的错误，了不起就发布一个罪己诏，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啊，没有人敢惩罚你，所有的人都只会在他们犯了错误之后，你作为惩罚者来对待他们，这是表示权力到了顶峰的象征，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努力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如此特殊，以至于特殊到会长生不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获得了顶级的权力，比如当了皇帝的人啊，他们就要服药炼丹，或者是派人到海上面或者深山里面去找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药或者仙人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觉察到自己最终都是要满足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点终极的理想的话，这个可能会使他在人格上面获得一些解放。那个意思就是他不再会被这样的虚弱的理想所奴役，特别是第二条，你为第二条做的越多，你浪费你的生命的时间就越多。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显示自恋严重程度的标准，下一个就是被批评的时候的暴怒。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啊，被稍微有一点点批评的时候，就可能有巨大的情绪反应。比如你对他的批评的程度是一两分，但是他反应的程度呢，可能到了八九分，这个让你觉得你好像没做什么，他就已经处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你是对的，你的确可能没做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因为他的自恋，或者说他持续处在利比多和攻击性指向他自身的状态中间，所以你一两分的攻击只不过是激活了他本身就有的七八分的攻击，然后就使他处在超级的愤怒的状态中间。跟这个暴怒相应的还有见诸行动的这样的行为，比如对某些社会不公正，我们一般神经症水平的问题的人可能通过发发牢骚就弄得自己内心平衡了，但是对于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通过语言来发发牢骚是不可能使他获得内心的平衡的，他需要通过行动，通过攻击社会甚至到杀人放火的程度，才能够平息他内心的怒火。